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जय जय श्री चैतन्य जय नित्यानंद। जय जय श्री चैतन्य जय नित्यानंद। जय द्वैत चंद्र जय घोर भक्त वृंद। जय घोर भक्त वृंद। So this is the place of Nakul Brahmachari. 这是 Nakul Brahmachari 的地方。You can see it's very beautiful countryside plac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森林，周围有村民，还有很多，不是有很多其他的人，非常的安静，有很多的芒果树林，然后稻田，有很多的绿色植被，非常自然，非常平和的一个氛围。Nakula Brahmachari， 他是这个地方的居民，这是他的神像，哥尼泰的神像，这是他所崇拜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非常美丽的，他们非常的美丽，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在微笑。Nakula Brahmachari 在 Chaitanya Charitamrita 之中描述到，他是一位非常非常精进的奉献者，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奉献者，他总是处在对手神的狂喜之爱之中。所以主 Chaitanya 他派发 Krishna 知觉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呢叫 Sakshat， 也就是他本人通过他的临在，无论他去什么样的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他们都会充满 Krishna Prem。 主 Chaitanya 可以拯救很多的人，我们知道加盖和妈代他们如何得到拯救。Prakashananda Saraswati Sarvabhauma Bhattacharya 有很多不同的人，来自于不同的地位，他们全都受到了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影响，成为了奉献者。所以 Chaitanya Mahaprabhu 他也赋予人们力量来派发 Krishna 知觉。我们说 Shaktiya Vesha Avatar Shakshat， 也就是主的能量，他们受到了主 Chaitanya 的能量的力量的赋予，去派发 Krishna 知觉。而以其他的方式呢是 Avesha， 也就是主 Chaitanya 他本人会进入到这个人之内。所以 Nakula Brahmachari 他就像这样的人一样，主 Chaitanya 实际上进入到了他的躯体之内。而 Nakula Brahmachari 他变成了就像是 Sri Chaitanya Mahaprabhu 本人一样的情感，他会因为狂喜之爱而激动不已，有的时候他会大笑，有的时候他会大哭，有的时候他满地打滚，有的时候他会跳上跳下，然后跳舞。他完全的处在对守神的狂喜之爱之中。主 Chaitanya 他实际上进入到了他之内，所以人们常常来见 Nakula Brahmachari， 很多很多的人都会来见他，因为他们全都知道。你们知道吗？就像是我们听到主 Chaitanya， 我们听说主 Chaitanya， 当他从加格纳特普里回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来 Navadvip， 他会去 Vidyanagar， 有很多的人，整个的这个地方都会全都是蜂拥而至的人群，是因为大家都想得到祝福，想得到伟大灵魂的祝福。他们全都知道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是一位非常有力量的人，仅仅通过看到他，你就可以得到 Krishna Prem。那么有很多的人非常的迫切的要得到这个 Krishna Prem， 而 Nakula Brahmachari
他朱切丹也已经进入到他的躯体之内，所以人们来了之后，他们都想跟纳库拉布拉姆查里在一起，而他们会到这里来，到这个地方。Shivananda Singh 是一位主柴坦尼马哈普布非常亲密的同游。当我们去柴坦尼马特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 Shivananda Singh。 Shivananda Singh 他是领着所有的奉献者们每一年去加格纳普瑞的那个人，他们去参加 Ratha Yatra 弹车节。朱柴坦尼告诉西文南的 Singh 要照顾好所有的奉献者们，每一年都带大家来参加 Ratha Yatra， 而西文南的 Singh 会支付所有奉献者们的花销，他们去加格纳普瑞每一年。所以 Shivananda Singh 他跟朱柴坦尼非常的亲密，那么朱柴坦尼甚至给他的儿子取名字。当他的妻子怀孕的时候，朱柴坦尼说，你们以后给管这个孩子的命名为 Puridas。 于是这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所以他得到了 Puridas 这个名字。当然后来他成为了 Kavikanapur， 朱柴坦尼给了他这个名字 Puridas。 朱柴坦尼他跟 Shivananda Singh 有很亲密的关系，而当 Shivananda Singh 听说朱柴坦尼他进入到了 Nakula Brahmachari 的躯体之内的时候， Shivananda Singh 有疑问，他并不认为这个实际上有可能，他并不认为这个是真的，他有疑问。所以他来了，西班南的 Singh 来到这里，纳库拉布拉姆查里也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有成群的人，西班南的 Singh 就在最后面。纳库拉布拉姆查里他能够明白到 Shivananda Singh 他到这里来了，所以他就叫人们来，他说他告诉一些人，就是他的仆人们，他告诉他们说，这儿有一个人叫做 Shivananda Singh， 你们把他带过来，把他带到我面前来。于是有三个或者是四个仆人，拿过了 Brahmachari 的三四个仆人，他们就出去在人群之中寻找，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在大喊，谁是 Shivananda Singh？ 拿过了 Brahmachari 想见你，他想见你，他想让你过来，谁是 Shivananda Singh？于是西文南德森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他真的得到了朱柴坦尼马哈普布的精神的话，如果朱柴坦尼马哈普布真的进入到他的身体之内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我唱诵的是什么 mantra。于是他们带西班南的 Singh 来到纳库拉布拉姆查里的面前，立刻纳库拉布拉姆查里说，因为纳库拉布拉姆查里他朱柴坦尼已经进入到了他的躯体之内，所以呢他知道他内心之中的疑惑，他就跟西班南的 Singh 说，我知道你有疑问，我知道你有怀疑，但是让我告诉你，你唱诵的是四个音节的 Gaur Gopal Mantra。 当 Shivananda Singh 听到这个之后，他非常的惊讶，他顶拜，他可以明白到这是真的，朱柴坦尼已经进入到了 Nakula Brahmachari 的体内，这样 Nakula Brahmachari 他在派发 Krishna 之觉，代表朱柴坦尼马哈普布。所以 Srila Prabhupada 谈到四个音节的 Gaur Gopal Mantra， 四个音节 Ga O Anga，
Gauranga Gauranga 这个是四个音节的 mantra， 于是呢他唱诵的是四个音节的 mantra Gauranga Gauranga Gauranga。 Prabhupada 也说，他们说 Hare Krishna 也是四个音节的 mantra。 Hare Krish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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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 I said there's no difference。据说在唱诵 Gauranga mantra 和唱诵 Hare Krishna mantra 之间没有区别，因为 Gauranga 跟主 Krishna 没有任何区别。这样 Nakula Brahmachari 他揭示自己给 Sivananda Singh Sri Chaitanya Mahaprabhu， 他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他体内，而且呢，主宰丹尼在他的体内，纳库拉布拉姆查里，他纳库拉布拉姆查里现在在给大家 Krishna Prem， 正如宰丹尼马哈普拉布他在派发 Krishna 知觉一样。那么马哈巴丹尼亚 Krishna Prema Pradayate Krishna ya Krishna Chaitanya Namne Gaurateshi Namha， 再也没有任何比主宰丹尼更有仁慈的人了，因为他在免费的派发 Krishna Prem 给每一个人。所以 Nakula Brahmachari 他也在给出 Krishna Prem 给每一个人，他并不仅仅是在给出圣名，他在给出最高的东西 Krishna Prem。 谁想要最高的东西？是的，我们全都想要得到那个最高的东西。我们并不仅仅想要更高的品位，我们要想要的是最高的品位。我们想要得到对守神的爱的品位。Chaitanya Mahaprabhu 说，生命的目标是去发展对神的爱。Nakula Brahmachari 给把 Krishna Prem 给很多的人，代表 Chaitanya Mahaprabhu。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忆念奇妙的奉献者 Nakula Brahmachari， 他如何待在这里然后唱诵圣名，他如何受到了主 Chaitanya 的力量的赋予，主 Chaitanya 如何离开，就是说主宰他也住在他的躯体之内，然后让他派发 Krishna 的知觉，不有任何，没有任何的考虑。他不会考虑谁年轻谁年迈，他并不考虑男人还是女人，他并不去考虑 Brahmana 还是 Shudra， 没有任何的考虑，是平等的。所有的 Vaishnava Acharya 们，他们都派发 Krishna 知觉，以这种情感派发 Krishna 知觉，他们看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看所有的人都是灵魂，而且他们想给所有的人神觉。所以 Nakula Brahmachari 他以这种方式行事，给出 Krishna Prem 给每一个人。当然了，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 Krishna Prem， 因为接着你就会成为一个疯子，你会成为一个疯子。谁想，谁愿意满地打滚，泪流满面，浑身颤抖，完全的不依附于所有的躯体的状况？谁想要这种类型的知觉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准备好了来接受这种知觉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但是
这就是 Nakula Brahmachari 给出的东西，无论你想要还是不想要，就像是说谁想得新冠啊，没有人想得新冠，但人们还会得。你有所有的征兆，你有所有的问题，所以对守神的爱，你得到 Krishna Prem， 你不能够抱怨。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幸运的去接受。所以 Nakula Brahmachari 他是那个类型的人，他是一位 Vaishnava， 纯粹的 Vaishnava。 免费的给出，免费的把对守神的爱给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考虑。他是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一位非常真爱的奉献者。 Chaitanya Mahaprabhu 有的时候会到这里来访问他。好吧，有任何问题吗？ Guru Maharaj, you want to mention outside under the Bakul tree there is an asan. You want to mention that asan before is Sivananda Sen, he's sitting there. From there they called him up here. So, yeah, but it doesn't mean necessarily that he was sitting there, but he could have been standing there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people around. 在门口有一个把枯了树，把枯了树底下有一个阿散的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是坐，他是站着，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周围有很多的人在 Nakula Brahmachari 身边，特别特别多的人，所有的人都想得到他的祝福，想得到对神的爱，得到 Krishna Prem， 所以他们全都来了。那个门口的那个树底下就是 Sivananda Sen 待的地方，就像是 Krishna Kaviraj Goswami 的出生地，我们昨天去了，据说有很多的人来庆祝他的隐祭日。这个大概其实500年前 Krishna Das Kaviraj Goswami 他生活在那里，至少是400多年了，人们仍然在庆祝他的隐祭日，到他的出生地大家举行节日，而且唱诵圣名，而且描述 Krishna Das Kaviraj 的荣耀。所以这是 Nakula Brahmachari 的地方，这个地方仍然有一些 Prema， 可能也许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 Prema 在这里。你们担心吗？你们想得到 Prema 吗？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纯净度，这是非常纯粹的一个地方。我们想祈祷，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进入到这种 Nakula Brahmachari 的情感之中，把 Krishna 知觉给别人派发，确认了，对吗？有一个那个壁虎在叫，意思就是确认了。我们说的 Nakula Brahmachari， Brahmachari 他没有接受 Sannyas， 他一直是 Brahmachari， Brahmachari 也可以去传播，不需要是 Sannyasi， 你可以是 Brahmachari 也可以去传播。正如我们昨天谈到了 Udarandatta Thakur， 他是位 Thakur， Thakur 的意思是非常伟大的一位奉献者，如果是被称为 Thakur 的话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奉献者，比如说像 Bhaktivinoda Thakur， 因此 Udarandatta Thakur。有一次大家问 Prabhupada 说， Prabhupada 我们可以管你叫 Thakur 吗？然后说 Prabhupada 说，我什么还没做呢，先让我先做点事情再说。所以 Thakur 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个人。这里是 Nakula Brahmachari， 非常卑微的一个奉献者，但是 Mahaprabhu 在他的身体之内，他在派发 Krishna Prem， 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想要这个，有 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来了。 Nakula Brahmachari 处在他的 Krishna 知觉的狂喜之中，他在唱诵跳舞，满地打滚哭泣，
展示出各种各样的征兆，狂喜对克什那狂喜之爱的征兆。如果他要是瞥视某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也会变得充满了对守神的爱，他们也会处在狂喜之中。有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人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崇拜多尔嘎等等，他们是在模仿，不是真的。他们假装得到了多尔嘎的精神力进入到他们体内，他们四处奔跑，变得有点发疯。这是一种模仿，但是 Nakula Brahmachari 它是真正的一个情况，就是诸柴他也实际的进入到了他体内，而且他证明了这一点，是因为他专门选中了 Shivananda Singh， 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Shivananda Singh， 但是因为诸柴他已经进入到他的体内，所以呢他知道 Shivananda Singh 有疑问，他招呼 Shivananda Singh 来说，回来，回到这里来。他说，我知道你有疑问，你在崇拜四个音节的 Gaur Gopal Mantra， 现在你明白了吗？ Shivananda Singh 接着跌倒在地顶拜，然后明白到 Nakula Brahmachari 的确跟诸柴塔涅马哈普布没有任何的区别，马哈普布实际的进入到他体内，这个被称为是 Avesha， 所以有 Saksha， 有 Shakti Avesha， 还有 Avesha。 有的人他们受到能量的灌注，诸柴塔涅他是 Saksha， 他是直接的至尊主，而 Nakula Brahmachari 他是 Avesha 的形象，诸柴塔涅马哈普布的 Avesha 的形象，诸柴塔涅已经进入到了他体内。所以这个是由 Krishna Das Kaviraj 在 Chaitanya Charitamrita 之中所描述的。这里有 Nakula Brahmachari 的 Samadhi 吗？ No， 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妈的鸡？就是我们待会儿出门的时候会去看这个西文南的森林待的地方。我们现在绕拜庙宇三遍，然后呢荣耀菩萨的我们再去看看西文南的森林站在那里，然后拿库勒布拉姆差叫他，然后让他来见自己的地方。在在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